好，大家好，爱点科技其实是一个新创的公司，有大概六年的一个历史。我们是 Google 在台湾的一个partner， 专门在拍街景、环境、VR 的部分。那这在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台湾能够培育出好的人才，能够应用到国际的技术去服务更多的一个厂商，和甚至于跨到其他国家去做这种技术的应用。T8B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想要往这个 IT 领域的能够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养成训练。那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也有曾经有目前也有几位优秀的学员来到我们公司，那他们是往 Web 和技术平台上面在应用。那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是有好的一个自己想要转型突破的一个心态，再加上能够跟实务的一个公司能够做再训练和再进阶的一个衔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长期有机会继续跟 T8Me 来这样的一个串联合作。OK， 现在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整个 AR VR 整个在全球在烧，但是大部分都在硬体上面，以及这些大厂或者一些作业系统。但是其实最缺的是一些软体的应用技术人才和内容的产制，那这方面其实是台湾 IT 的 IT 人员的一些特质和专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在跟国际大厂接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台湾的 IT 人员不只对 IT 的应用软体很熟悉，也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我觉得在这个数位内容产制和技术应用上面，我觉得确实可以把未来的软体和未来的这个大平台硬体做串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接口。